是我打了他一顿，乐乐，别玩了，阿奶，这下教训他，我下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，我该死。 天气，一个八岁的小孩，能坚持多久？孩子，没有继续往上走的可能了。我听见你儿子叫你，大家伙心里都知道，你儿死了，死了。 是你杀你儿子，是你杀你儿子，是你杀你儿子，是你杀你儿子。闭嘴。